大鼻乡虽然讲是庄卡的农业乡镇，不过算有全台湾相当出名的三山国公祖庙。在此当来，有三位新庄花莲甲马来西亚，这次是头一摆登来甲大鼻的三山国公庙来入座，也受到当地乡亲热烈的欢迎，场面是相当热闹。十四年前，大鼻乡三山国公庙分灵到马来西亚时阵，今日登到大鼻乡甲座了，连居民是展现热情，欢喜来迎接。按马来西亚吼，啊，分灵去伫遐已经十四档吼，啊，拢也唔捌登来咱这个国家古迹吼，大河街三山亭来登来甲座，吼啊，借这次的机会吼，啊，咱特别啊非常的热烈吼，来欢迎啊咱这个马来西亚吼。沙老的妻儿，吼、哦，这个、三山国王，吼、哦，啊，转啊，咱这个大河街，吼、哦，来这个角座。大鼻乡三山国王庙是固定的三级古迹，历史悠久。十四年前，因为曾祖义单福兴伫马来西亚做生意，看到当地冒三山国王庙，因此来促成这段好事。啊，因为我就是安尼啊去跟拜拜啊，种种个特别特别一个特技安尼，哦，啊，请因顶。一寡人数出来吼，也有一寡，因为组长啦，因为组长啦，啊部长吼，啊，开始谈这个代志，啊，才分三两块咧。好，伊伫马来西亚吼，伊有木材工厂吼，伫沙劳也有这个木材工厂吼，啊，拄啊去因遐嘛是足侪这三山国王吼，啊，拄啊有一间三山国王拄啊咧起庙吼，啊，所以借这个机缘，咱三山国王大河街三山国王啊，三山亭吼，就爱。欢迎为咱这个啊马来西亚沙劳越古晋啊这个区里哈，这个三山国王。为台湾到马来西亚有两三千公里远，经过十四年时间，因为宗教信仰会当互相连接，因此双方拢真珍惜这个缘分。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刘主这边的啊，给我们热情的招待，让今天的场面啊，能够有更加好、更加密切的啊交流来往。将近四百年前，三山国王来到大鼻乡，即马这份坚定的信仰，佮传到马来西亚。即位华侨即次登来到台湾业主，当地报纸、网络报道，相当受到大家重视。记者李明刚采访报道。